对，那么爸爸他爸爸没有人，他没有人手，没办法做。对啊，你爸在那边看看吗？爸爸也把车停在，怕他们来。哦，那个，因为他有提前讲说他没办法，那天半夜说他没办法来，然后他跑去桃园了。到桃园去吧。对啊，很累吗？很累啊。哎，你那现在东西那个储存就是一定要被开单就对了。没有啊，下礼拜我不要去了。你不要去？不要去。为什么？不想去。我回来要塞车塞很久。你是怕小林超多人吗？不是，我怕小，我不是怕塞车，不是怕很多人。你是怕很多人？怕塞车。还是要去呀、啊？很多人要去了哎、欸。我已经决定我不要去。不行，我家你一定要去。那叫我爸去。叫你爸去。啊，你要去第五市场，知道吗？你不去，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想去啊！塞车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塞车四个小时，最近他是每次都并排并睡啊。昨天回来并排并睡，没醒。说一下话，看一下有谁。瑞大好，海先生早，雷峰早，郭明早，秀琴早，李维早，燕明早 ，S 早，纪文早，嘉文早，佑轩早，方龙早，方案早。阿布，我有在早餐栏在后面。好，谢谢。敏峰早，郑明早。右轩，你右轩，你为什么跑来这里？你为什么不昨天在土城就好了？你不是住基隆还是新北的？哎，三峡吗？一起找，静静找，徐艳丽找，头一找，何不独到找，春花找，天才找，徐欧娜找，静堂找，现找。孟早、二公早、苏华早、黄金早、郑坤早、一样早。君轩，你今天有要东西吗？君轩，你今天有要东西吗？哦，哦，哎，有帮我留了吗？我看一下，看应该有吧？哎，六，黄金餐嘛，一箱。他有带肉给你了，因为最近黄金餐应该是有，因为昨天我看到黄金餐。他问你有没有比目鱼？鱼？鳕鱼吗？不是鳕鱼，比目鱼。它就是鳕鱼啊，你说整只的吗？对啊，整条这样比目鱼蒸起来很好吃。那个应该是没有。礼拜四，礼拜那个留给礼拜四，就是整只然后切片的，他留给。他不切片。大家，我们到餐厅去吃。我知道那个整箱整应该是没有，他比较少拿，应该他爸爸比较常拿那个。他爸爸比较，他爸爸比较常会拿，他比较不会。鱼肉很好吃，哦，那个肉很。现在台湾人都把它当鳕鱼啊。台湾人都把它当鳕鱼，就是整，我知道啊，整只的。整只的，不用切，然后就有点像那个鲈鱼类似的这种那个样子。像鲈鱼。它不是扁平吗？比目鱼是扁平的不？它叫比目鱼。今天哦，今天应该蛮多东西的，不知道。看到是鲈鱼、花鱼、鳕鱼。今天你要赶快走，是不是？好。昂沙有无？昂包。昂沙啊？有啊。有啦，有以为你要包红包给我。你现在还有在拿红包吗？有。哎，你要过去那边留着站。你要留着站吗？好啦。那边要人家站啊，站进去啊。对啊，要人家站进去。那你那边。
为什么？对，里面粉的。哎呦，上次开下去了，对。大概就是。我可以在那边杀一杀。你可以跟他拿。没有，我可以。那个菜可以杀一杀。可以啊，你要跟他讲一声，可以跟他讲一声，然后去后面杀就好了。那个形容鱼。中中的就好。中中的，大概。那就大概1000到1500左右的，因为他上次拿那个两千，OK， 上次那个太大只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太大只，有大，然后里面有过年后有。好，快点，那几百个人在等了。对呀，等一下你睡这么晚。而且时间没有很晚，只是太累了。对，今天很累。嗯，早上会堵的。其实去还好。他说回来他塞4个小时，4个小时，我弟回来也都塞啊，所以我弟下午，所以而且他是怕说下礼拜五小年夜的话会有人提前请假了，哦啊，而且从北部下来那很恐怖，所以下礼拜会上去吗？他现在还在犹豫，对啊，因为他怕说下礼拜再去的话回来要塞5-6个小时，他会疯掉。有可能小年夜那天有可能就可能会塞5-6个小时哦，因为大家一定可能下午就提早请假了，因为大家一定不想要出去才下来啊。那再下来，刚才进来跟我说，他已经决定下礼拜不要去。我说你不去你也找一个地方摆吧。对啊。礼拜三，那就乌日吧，乌日比较热闹。啊，你下礼拜五去乌日好了。不要，不要。然后我叫我弟去啊。不要，不要。喂，我要去第五市场。叫你爸去台北。你叫你爸去台北嘞？今天哦，猪脚吗？小雪你好。白玉堂你好。静海你好。美琪你好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人留东西哦。我看一下，可以打我吗？朱军早，文勇早，魏少早。他刚才竟然说他下礼拜我不想要去釜城，因为他说昨天他塞回来塞4个小时，因为他下礼拜五去釜城回来的话，怕会塞6个小时、5个小时。今天有提盘吗？应该是有啦，等一下再问清楚好了。这货只有叫礼拜三、礼拜四的货。礼拜五没交货，啊，你爸嘞？想爸他自己想办法啊。哦，一家人这样团结，生意做得很好。今天有葡萄鳗跟海参吗？我等一下帮你。海参应该是没有，葡萄鳗应该有。天尼龟长 ，Andy 长，如果我问一下，如果确定那下礼拜五没有去组成的话，我要问一下我弟。他要拍哪个地方？哎呀嘞！哇，怎么吃到？哎，你早就给你。哎呦！我来剪。啊，黄金餐是如鱼。真的早。好吃。好吃。你像人家黄金餐啊。真可恶，直接断电。今天有萝卜糕吗？应该有，尾鱼糖没有。那最近很少在卖尾鱼糖哦。红蛇糕。香果很好嘞，啥子啊？金蕉贴，对你来讲，你有一杯芒果冰沙，好呀，快点啦！我要炒，我要炒来冰沙，矿泉水呀，你要用杯啦，矿泉水，矿泉水灌了灌，灌了灌了，很便宜的，好啊，再来一杯，好啊，先看，哎，两百现在不会打你啊，哎，我不加你几块了，耐心改一下关系。
在那拜山哦，有一堆人站在这里啊，知道啊，啊，站到八点，然后有人留言很生气哦，对啊，是说怎么没来啊？我怎么没来？不说，对，有我有说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没办法通知到所有的人呐、啊，小跑，然后我就没办法啦。有没有比目鱼啊？啊？比目鱼有没有？有有有。不是鳕鱼哦，是整只的哦。还有普康鱼哦。这个人家拿来清蒸，很好吃哦。普康鱼。我们早就来了。鲈鱼石斑。白沙，那是红苹果吗？乌鱼吗？好像有乌鱼耶。往上一点，嘿，那个我们看一下桌面哦，这是石斑鲈鱼。那个也是鲈鱼，我靠，这鲈鱼是干嘛？我当啊，长沙，这个鲈鱼好大只哦。那个是白鲳。对，那是白鲳。这个鲈鱼。对。这个一只一箱六只吗？月经。一箱六只吗？啊？这个。那个一箱六只的。对啊、哦，一箱五只哎。也有五只的。差不多一箱超过一公斤哦，一箱超过一斤半，超过一公斤，一箱超过一公斤，一只超过一公斤，对，它很大。干贝一定有，哎呀，这边今天干贝没有很多。好，三只五百。那个石斑呢？三只五百。对。旁边有那个花枝丸吗？有、哦，一定有。